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研究院的现场啊！我今天又恢复了一下啊，激动的发抖啊，在这么一个摄影棚里面工作，因为今天我的同事正好做其他的事情，我就说，哎，能不能把摄影棚给我打开呀？所以我就有了今天的这么一个节目现场。当然，今天的节目也确实重要。川普啊，就是要完成他的这个任期啊，拜登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这个新的总统。但是不管我们四年之后大家对川普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川普他毕竟是担任了美国的这个总统四年，那么这四年美国的变化和川普个人的风格，我们还是应该给予一个不能说开关吧，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这个过了这个四年，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对川普的变化，对美国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今天请到的是这个我老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几位嘉宾。为什么用了尊敬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这几年以来，我们对美国对川普看法是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彼此去侮辱对方的人格更没有呢去揣测对方你是五毛还是川普阵营的人，都没有同时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管你是喜欢川普还是反对川普，那么都要尊重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今天特别的这个要感谢我的几位嘉宾能够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评述这个川普的时候，把事实放在我们的观点前面。我不知道我这么讲这个罗兰先生你同意吗？你是新闻业的我的老大哥。哦，谢谢。我们在这个事上还要感谢何总。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平台。不是，我觉得这个和平先生建立这个平台了以后确实是不同的这个意见和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在这里就精彩纷呈没有限制到每个人的发言，不管是你就支持川普的还是这个反对川普。不管你是喜欢川普还是像和平先生一样讨厌川普，讨厌到骨子里边的这种对观点都可以自由的发表。但是我觉得和平先生说的非常对，就是以事实作为一种依据，以法律作为一种准绳，这样以正常的逻辑作为我们一种思辨的一种正常的这个通道，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应该坚持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民进在这几年，尤其是在这个大选过程里边，他保持了这么一种就是开放和这个心态比较平和的这么一个状态。虽然观点争得非常激烈，有时候这个嘉宾的观点都能在这个里边可以就当场就可以对垒，那么但是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客观的理智的一种这个态度。我觉得这样作为一个媒体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那么谈到川普。谈到川普总统的这个几年的作为，我认为川普总统还是这个开拓了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这个对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些不同反响的地方比如这个中美的贸易战那么这几年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里边，那么川普总统基本上是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这个四年里边，我们看到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院和众议院，美国的民间和这个政府和军界和商界都包括科技界都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中国在一些中国政府在一些不公平的贸易现象，对于盗窃知识产权，对于践踏人权，对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强行推出，对香港的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地位的损害方面，都是达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如果没有川普总统惊起了那面大旗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如果像以前克林顿时代，像奥巴马时代，那么还在一种绥靖的状态，还在一种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稀里糊涂的一种状态下面有些人清楚，但是没有变成一种美国的国策。但是这个呢，首先一个在川普总统的四年任期里面完成了这个转变。今天我们看到拜登先生在竞选的时候依然宣布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还有但是当最后当民意汹涌的民意压过来的时候，他也改变了这个状态。那么确实在现在目前这个世界上，这种打着共产主义思潮而且能够
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体制进行威胁，对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自由体制能够进行威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啊带领美国把中国政府这个排在这个首号这个战略竞争对象的这么政策，我觉得是正确的。至少川普总统在这一项上面，我觉得他政策啊是可圈可点。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后我们还会记得川普总统在这个地方画这样的这么一道印记。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川普总统在很多这个经济政策方面，尤其是在减税跟企业松绑这方面，我觉得他也是做出了一些这个非常到位的那么一些工作。那么这几年来说，如果不是这个武汉瘟疫在这个大肆肆虐的话，那么2020年的美国经济应该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方面，我觉得这里边也是有他合理的地方啊，比如说建这个边境墙，我个人是抱着支持态度的。我不能想象一个就在非法移民不断的涌入，毒品走私不断的涌入边境的时候，敞开这么一个边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对于美国的这个国民卫队，对于美国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美国军人的这个执法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对他们的家庭，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有这么一道墙，加上无人机和高科技的这个巡逻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的国土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那么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主要的政绩，我觉得认可的主要是这么几项了。那么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当然我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四年来的任期对有一个界限，那就是1月6号之前和1月6号之后的川普总统。基本上我的态度对1月6号之后的川普总统，我就不再就是那种举双手支持了，要保持一个就是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对政府的一种批评态度，对总统的一种批评态度，对不负责任的一些做法的一种批评态度。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谢谢。嗯，谢谢谢谢。那么这个我们的彭涛先生，你先讲吧。你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要给川普最后一个总结性的这个评价，你跟他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的用三个字，他是反建制，他的基本风格是反建制，他的政策路线也是反建制，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他都采取了与过去这个美国传统的政策的这个相当有很大区别的做法。比如说我们从内政来讲，内政上来看，一个是移民问题，这个跟过去那个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对移民的问题，移民的处理问题，处理政策上面，他是非常就非常极端的，非常那个坚决的呀，可以说是很坚决的态度。要一个修墙啊，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把移民称为，特别是拉美的移民，这认为他们都是罪犯啊，什么反正就是都是都不都到美国来只能是危害美国的秩序的。这是他的在内政，比如说移民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再一个是经济方面，他那个川普自己认为，当然从他那个什么最后两年，我们看来美国经济是有提升，在他的那个什么那个经济政策推动下是有那个提高的，但是后来疫情来了，那个是局势就变，就急剧转变。他对疫情的处理相当的那个什么，就不令人满意，而且甚至很多人认为他对于疫情那个什么泛滥是有负有责任的。比如说他出去，他认为疫情是他是有，就是说在右派那个在这个那个什么右翼媒体里面到处传播的时候，疫情是阴谋啊，是个阴谋论，那是假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新冠病毒是治病的，或者说是一个大流行的病毒，跟过去的什么一般的这个流感是一样的。川普开始也是这么说的吧，后来采取的措施也是，而且不主张大家戴口罩，不主张大家那个什么在那边待着，而且提倡要这个什么在疫情泛滥情况下照常工作。他按照他的目的是为了他的政绩，他不希望看到经济被因为疫情而垮掉。如果大家都不上班了，都不工作了，那当然经济就出问题了。这是从我们的欧洲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很多内政问题
我们先不谈外交内政问题，主要是为了他的政绩，为了他自己的那个什么，这个就说要建立自己的攻击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根本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的有效的应对措施，特别在疫情问题上，这是很大一个，他至少是在欧洲是一个共识，在美国那个什么一半的这个选民里边也是个共识。再一个就是外交方面那个我们看了，他同样是不守规则。比如说那个他说中国不守规则，他自己也不守规则。不仅是对欧盟的那个对被欧洲的盟友，或者是在其他地区的盟友，他都是就是说在以美国的第一的口号下，那个把过去的规则全部就说不叫全部吧，过去的规则几乎就推翻了，不跟对盟友谈判，也不跟盟友通气，就开始比如说打贸易战也好，贸易战是一个就是说完全是这个川普政府自己这个决定的一个政策，而且不管那个就说其他盟友怎么想，也不管那个什么其他盟友是不是在这个贸易战中的到什么受了损失，这个。比如说欧盟在最近那个年底通过跟那个什么中国签订了那个投资协议，上次我们也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很不高兴，两党都不高兴，我说为什么没干，就是你可以跟中国随便签订协议，我们不能签订，我们签订就是背叛，那你们签订，你们中美签订合约就不是背叛，对欧洲是不是背叛，这个就是说这是对欧洲人非常不满意的一个。这也是我想的话，欧洲为什么在这个不顾美国的意愿，这个签订这个中国投资协议的一个动机吧，一个冲动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对在亚洲的亚洲政策问题，他印太战略，他最著名的是印太战略，这个印太战略是他那个执政以来这个是就外交上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走向，而且这一点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美国在亚太的地位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强调跟盟友的关系，我们说了，在中美在亚洲的竞争主要是对盟，在和盟这竞争盟友，谁看谁在印太地区盟友多，谁就会这个也就会占上风，在这个中美竞争中间。所以说，美国也强调他在亚洲亚太地区什么，就是说联合盟友这。争取更多的盟友来与中国这个什么对抗，而且那个什么川普政策对中国这个政策是进攻性的，就是说是对抗性的。现在我们也下一届那个什么拜登总统的那个这个对中国的态度，可能当然在最近期内不会大的变动，但是呢长期相当长期长就是说一两年以后，很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意向，至少他不是以对抗为主题，而是竞争中间谈合作，这是这个就是说拜登和那个什么川普总统的对亚洲和中国政策的一些区别。所以说从我们要做总结来看的话，当然对中共的这个遏制和打压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而且起了，确实也对中共这个压力产生很大压力。一个是贸易战，一个是这个高科技战，再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南海和那个什么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南海和台湾问题的方面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对抗，而且特别是对台湾的这个什么支持力度加大，特别是最近是这最近一年来的那个什么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政策的那个什么各种措施的放宽，然后所谓就说触及不断的触及中国北京的底线，这是对那个什么跟中美关系的那个什么对美国在这个在对抗中国中中共这个这个的过程中间，确实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些影响吧，起到作用。现在当然蓬佩奥要下去了，但是他仍然还在，就说这之前还在就说还宣布这个把限制把所有这个什么美国限制那个搞那个对那个什么官员官访问台湾的那个限制就取掉，就是都是在就是
川普政府在对中国和对这个什么在地缘政策上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对抗性的，它不是不仅是竞争是对抗性的，这种战略是不是在拜登之后还继续？我想这个拜登在亚洲的政策很可能会跟那个蓬佩政策要有相当大的区别。现在我们看到他现在任命的这个叫什么叫 Campbell 他的最近一个讲话，我看的什么中美这个什么就是他的一个最近那个讲话。对，我们这个到亚太战略和川普政策的一个单元里面，我们再讨论。我们现在还是聚焦在这个川普，你认为川普是他留下的资产或者他个人的名誉，为了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你自己评价。我自己评价的话，在内政和外交，他都有。我个人看的话，从外边的人看，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就是美国以外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看也是他的负面的东西多一些，正面东西少一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负面东西就是他不做规则。而且是不是美国自己制定的战后制定的规则，而且他甚至对，比如说这次对大选的不承认，对那个什么在对那个国那个什么要呼吁的大家到国会去抗议等等，尽管有个争议是不是他呼吁他的煽动什么暴力等等，但他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就是说他现在反对的在国内的。就反对他自己领导的，他自己在领导的持续他的反对，就这个 system， 这个美国这个整个制度他的反对，我觉得就说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政治上的话，他的行为是负面性的东西很多，至少是很多，然后正面的也有，比如说对中国，这个大家看见，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支持他，包括中国的民意人士也好，为什么都很支持他，因为。不管他个人怎么对中国的态度，在他治下，在那个特别是国务院的一些政策，蓬佩奥的这个最近两年的那些行为来看的话，就是确实对中国，就是说对华政策上面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同以往了，就是非常对中共，比如说要把中共和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区分开来。那个而且到处就是不管中国你就说对中国这个所有的就说内政也好外交政策都予以否定，就是说目的就是要全面的遏制和的压制住这个中国，让中国当然这里边主要还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不仅如此，关键是说要否定中共的合法性。这个是非常就是说以往不同的，以往过去的美国政府尽管认为这个中国的制度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没去否认他这个中共的合法性，至少不公开这么说。这次就是我们说在余茂春那个他们的这些那个什么战略规划下那个策略那个什么规划下面，确实。跟中共这个不管是至少从精神上有很大的打击，这一点是我们看见的。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支持着川普，支持那个蓬佩奥，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共的这个态度非常坚决，完全的否认。这对在海外那个30年一直在坚持那个要中国民主化的人来说，当然是比较刺激的，比较鼓舞人心的。所以说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这所谓说他们说他们是川粉，我不认为他是川粉，他们是反共的那个什么这个民意人士，或者说那个真意人士，我想从这个角度他算还有他的积极性的一面。好的，谢谢李洪清先生啊，这个请你讲一讲啊。但是我今天看了你一个推广，跟你转了，你说你跑到华盛顿 DC 中心去，我不知道你目的是什么，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开玩笑啊。但是你的差事不能过去了，你能不能先讲一讲那个是什么场景？是是是，我今天呢，正好我是准备到那个华盛顿的那个南边，就是在那个National Mall南边一点，那边有个小公园，我想到那边去走一走路，正好今天我们不上班嘛，所以呢我去想走一走路。结果呢开着车去了，结果走到路上呢后来就被堵住了。我以为就只是我那条路，因为我是从马里兰过来嘛。后来呢他那个就把我引到那个路呢开放的呢就引到了 Virginia。
然后我以为就是把我那条路堵了，后来我就从我今天掉了一个头又往回开，结果又给我堵住了，堵住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有那个，因为有兵嘛，有那个国民自卫队在前头站，就拦着，然后他就在指挥交通，然后就问我，我就开过去，我说我要去办公室啊，我要去拿一点东西，撒了个小谎啊，那去办公室去拿一点东西，我办公室就在那儿，我在 K 街嘛，也是真的，对，我办公室就在那儿。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有那个 Garmin ID 吗？我说我没有，确实这你也不能瞎说，你要拿出来你得售他嘛。后来他说还专门告诉我 driver license 不算啊，说你得在 Garmin 工作的 ID。后来我说我没有，他说那没有，对不起，然后 apologize， 然后就让我给我指路，你必须得从另外一边走。后来我说那我一想，他们可能是外地人，我是本地人啊，我说我再换一条路，我又开车又绕了一圈，我又从那个杜邦 circle 那边啊绕过来，绕过来又往那个 Pennsylvania Avenue 上开，我想从那儿呢再穿过那个外交部那个 State Department 的Lincoln Memorial， 我不又到了南边去了吗？结果呢开到那儿又被截下来了，但是他们都是在街上，就是你进去的那个路上，街上全部截上，截上。后来他又是问我同样的问题，你有 Garmin Federal Garmin ID？ 我说我没有啊，那不行，那你这个就是 apologize， 今天就都不行。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应该后来呢，我把这个 post 走路是可以吧？走路是不会，走路是可以的，走路是可以的。你只是开车，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有网友呢，就在我的那个推特上呢，就留言就问，说是不是戒严了？我说其实没戒严，因为呢，从1月6号呢那天晚上开始呢，这个DC 的这个市长呢就已经宣布了，就是 DC 呢进入紧急状态。进入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20号，下个礼拜三，这个就职典礼结束了以后呢，解除紧急视情况解除紧急状态。所谓紧急状态呢，只是一个啊，就是说呢，他呢给警察这个权利，就是在紧急状态里头呢，警察可以就是不用请示，不用什么就可以直接逮捕你。另外呢，警察呢是配枪的，带真子弹。另外呢，今天的那个国民自卫队的那个，因为今天在设卡呢，这些呢全是国民自卫队的，国民自卫队的那个都是带枪，都是带冲锋枪和手枪，就是一个冲锋枪，一个手枪，全都带着。但是我你在路上拦截你的人也是这样子吗？他们很严厉吗？不，都是很客气，非常客气，然后都是带着冲锋枪，带一把手枪。然后就是这都是、身上两支枪啊，对啊，这是国民自卫队都是这样的呀，装备都是这样的、然后他都是一个大卡车拦在前头，然后呢他们来检查了以后呢，当然他就给你指路，问你有没有 ID。 我看见的就是我估计那个人应该是去 State Department， 然后因为那条路下的就是 State Department， 所以那个人呢，这个就是有一个我边上的一个车嘛，然后他就拿出来那个，他那是就是 Federal 那个 ID 那个 Badge， 他有一个 Badge 上面有照片的，然后专门受他完以后，他马上就让他走了。然后但是对我呢，他也就是他都说 I apologize， 全是对不起，你要往这边走，就是不根本就你别想进去了。所以你现在多骂他，这是你是个孤立现象。不多，但是就本身街上车就不多，但是前后左右都有车，前后左右都有车。所以我原来就是真的是想去锻炼一下，到那个小公园去，这个呼吸新鲜空气，结果呢就没去成。后来一想，这个可能这一段时间估计都不去了，都不能再去 DC downtown 了。所以现在呢，那你心里有没有感觉到不适，还是你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的，正常的？这挺正常的，我觉得。因为你出现了这个前一段1月6号呢出现这个事件了以后，那自然呢这个应该说社会稳定呢，现在在美国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我们现在就跟在911刚出现的时候，后来我们很多人也不是说这个要查你的这个捡你的包啊，然后呢要你脱鞋啊，那个进机场要过安检啊，要脱鞋啊，脱下皮带，还要拍你身上啊，很多的不是啊。那个时候呢，但是你看那个时候美国社会整体呢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那个安全呢，可能比你
那个时候你要这个自由，要这个这个 privacy 的这个保护呢要更重要，否则的话如果要是被劫机，那可能一个飞机上200多人就全都要丧生了嘛。所以呢大家呢就是接受了这个，所以我觉得我还真的没什么强烈感受，我就是想我绕了好几圈，我就是想绕进去，想绕过去，结果呢就是被拦住人多还是放行的人多啊？拦住的人多，放行几乎就没几个，我就看到三四个吧就放行了。那确实人家是有那 ID 的，那个那些这个国民自卫队的那些就是指挥的人啊，那都人家一看就能看出来，你编是编不了。你说我拿出我的那个我们办公室的那个背着给他干，不会接受的。当然我也没带，我确实没带。但是呢，如果带你拿给他，他一看就知道你不是 federal employee， 你必须得是 federal 这个 employee 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他才让你进。就是等于那个圈里头只有他们。另外呢，我们公司呢，因为就在 K 街20街嘛，所以我们公司呢已经宣布，我们是因为下个礼拜一呢是马丁路德金，日是个假期，大家不上班。然后呢，这个礼拜二我们公司呢已经就是发通知了，说是办公室关门。那个因为呢说可能会有这个有可能。听到消息有可能会有人抗议，所以呢为了大家安全就请大家不要来上班。就是像我们，当然我们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上班，但是在办公室的那些工作人员就都不要来了。然后那你现在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有规模性的抗议啊，你觉得会吗？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可能性很 小。我也是同意这个判断。因为现在呢经过这个1月6号了以后，我觉得现在呢我的基本的感觉呢，虽然大家呢这个支持 Trump 的这些支持者呢应该说很多人不服气，这个是心里话，很多人不服气。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大家呢还是接受这个现实。现在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 mob 这个骚乱吧，在这个国会山出现的这个事情，而且呢现在死了5个人了。所以而且第五个人也出来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大家呢还是第五个是自杀的，对，就是说呢还是很难受。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民众我觉得还是非常善良的，碰到这种时候大家呢还都是能够理性的，多数人绝大多数人是理性克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认为你这个判断非常准确啊，总是有人说啊，美国要革命，美国要怎么怎么样。你去看看三次，而且是1月6号之前，包括1月6号，也就是三次嘛，在前美国各地真正上街表现那种激烈情绪的人并不多，美国有3亿人呢，对不对？对。那你去看看欧洲，法国，对不对？那等抗议经常是非常暴力的，所以欧洲有时候批评美国，你看看美国还是比欧洲有时候文明的。对，你也不好说是文明和不文明，我故意逗你一下，讽刺一下。但是 FBI 不是说警告这个50州都有这个可能有武装的抗议啊什么的，就是对，有这个警告。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吧，这个美国政府呢，就尤其是这个 FBI， 他们一般呢会把这个任何一件事情啊防范于未然，所以他们这回在国会山出现的这个攻进国会山这件事情。这个呢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这个所以呢他们一般啊，你看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非常佩服这个美国这个情报系统和 FBI 的这个管制能力。你看从那个911之后，911之后你看其实呢像对美国发动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多，因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个各个团体啊都希望在美国做点大事儿。可是你看啊，从911之后，最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大发生过国内恐怖分子袭击。波士顿看，波士顿是国内恐怖分子。对啊，对，都变成国内的了。那几个什么这个加州的呀、什么，但是呢，确实是他从信息掌控啊，然后处理的办法呀，各方面呢做的还是很严密。所以他一般呢叫做真的是防范于未然。他有任何的消息啊，他就宁可做的过一点。要甚至过很多，但是呢他不希望那个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应该说呢
这回呢再出现大规模的这个聚集的这个可能性呢相对小。大家你想啊，现在车进不去了，现在第一车进不去了，你车才能进得去才能扛东西啊，你带所有的，你甭说武器了，你带个棍子你也要开车进去，所以现在车进不去，进不去都是很远啊，都得是两三个 mile 以外的，这个你一般人就不会扛了。所以大家那时候你想啊，这人是有理性的，那刚开始那热乎劲儿啊，那个在气头上，他当时扛着东西走三个 mile 以后他就没劲儿了。对，哎，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呢就能够平静了。所以我想啊，这个现在呢可能更多的，虽然是这个很多人呢不愿意看到拜登呢当选，但是呢现在已经更多的，我的感觉是更多的这个 Trump 的支持者呢就回归理性，大家呢就是接受现实。所以呢尤其是在这回出现死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大家呢这个教训应该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不愿意看到死人。你们还是太乐观了一点，我不排除，当然希望你是你们所说的大家会理性，会这个被吓住了，或者是被自己的行为都震惊了，然后就服了。我不这么看，就是很可有完全有可能，如果还继续煽动，比如如果是川普又还在煽动的，煽动这个大家不要服啊，就他最后他仍然不承认，甚至不参加那个什么 inauguration 那个就职仪式。他之后仍然在做 campaign， 就说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就是说仍然就说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就是说抗议至少不能完全被排除，甚至美国的分裂，民众之间的族群之间的分裂，以后很可能是加强而不是减少，这是有可能的。至少欧洲人怎么看，欧洲很多看的评论的怎么看，他们很对美国以后这个内政那个社会似乎完全稳定，我恢复的正常。这个里面彭涛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与现场，我很多很激烈的时候啊，很多事情我都在现场，比如说这个加拿大闹独立的时候，魁北克啊，比如说泰国兵变的时候，你在现场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凝重，但是你看媒体吧，好像整个都是这么一点对抗。其实美国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红色州我都去过，我现在就生活在红色的郡里面，对吧？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很理性、很温和，啊，有没有发生歧视的情况呢？偶尔会有，但它不是整体的这个现象。至少我是感几十年嘛，我也在美国三十年了，感受的是非常少。但是因为新闻出来的时候，它总是会比较的激烈，所以你就会误以为啊那个对抗那么凝重。我觉得美国的族群是全世界族群里面并不是最凝重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迎来了这么多不同族裔的人啊，而且不同族裔的人在这个美国享受的权利跟原来的人没有差别，对吧？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多元性呢，还是应该更多一点真实了解，而不要根据媒体的这个判断做出一个美国分裂状况。主流媒体当然，我想它的影响不是很大。现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相当弱。现在我们看的是主要是社交媒体，主要是那些就是说同温层。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就挺穿的，这些这个媒体的这些跟爹，那是不同的各种这个什么信息，各种是这什么就是不实的信息都在出现，而且都是煽动性的，而且绝对是不承认的，而且就什么要革命要政变的，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很普遍的这个口号。就是如果这种情绪一直存在，一直在社交媒体存在，比如现在很多人退出什么Twitter，就跑到这个另外的什么 Signal 啊，或什么还有什么另外的这些网站上去，这些网站如果以后他用，川普毕竟有7000多万人来投他的票。当然有不要把7000多万票这个东西重复起来，当然我知道，就是说任何一次选举都会每个人都有几千万张票，没有几千万张一直跟到几，你就想一想上一次川普赢的时候，我的很多的朋友就上街就抗议川普赢得了总统，激动到不得了，哭了几天，怎么样还是要正常生活啊？我认为李鸿基先生讲的很对，你服不服气过一段时间，现实就是现实，就是说美国是个法治社会，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天天去上街游行吗？你天天上街游行慢慢就变成了5个人1个人，
你即算是在华盛顿 DC 每一次游行都没有超过100万吧，但是你在香港动不动一个小城市啊，不是一个小城市啊，只是一个600万、700万人的地方，它上街游行是100万呢、啊？那你就是说香港就彻底完了吗？那不香港就这个体制彻底崩溃了吗？那个还是明明看到这个体制不行，老百姓的愤怒很大。你这边还有很多人会支持民主党，或者是啊，或者是理性的、温和的这个共和党。我觉得千万不能把美国搞一个什么川普主义啊，搞一个什么内战啊，搞一个什么啊，这个分裂啊，我把美国讲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啊，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一次啊，可能这个话呢说的稍微早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呢，这个1月20号之后。确实呢，很多的这个学者啊，文化人呢，确实需要反思了。这个通过这件事情啊，真的应该好好的反思。这个美国体制上呢，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啊，而且呢，有一些呢是自相矛盾的。那你说呢？出现了这些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呢，不出问题啊，这个才是问题。那我们是人类社会，任何一个阶段走到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这个阶段的特殊性。特殊性可能是好，也有可能是坏。当然就从好和坏啊，都不用非要给它定义好和坏，但是重要的是适合不适合这个社会。对社会进步是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我觉得呢，我们确实得需要反思。另外一个呢，有一些话语的语境可能也要反思。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就提出来的这个网友们大家一块讨论嘛，就提出来的说，如果在1月6号这个发生这件事情，比如说发生在中国，或者呢是发生在这个一个独裁国家啊，发生在比如说这个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那可能这个蓬佩奥第一时间就开始批判了。然后呢，这个国会呢，第一时间呢就开始声援了，声援那个占领国会的，要发出自己声音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是现在在美国呢，美国也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哎，你用这个强制的办法，然后呢平息了这个 mob， 然后呢这个骚乱，最后呢，而且呢现在开始大兵上街了。对吧？然后今天我的这个我那个推特后边还跟着大家就说这个都是戒严，这个不是跟就专制政府一样了吗？其实不一样啊。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哈，就美国政府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然后美国的民主体制走到了今天，是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这个新的问题如何去做？我倒觉得啊，可能今后我们确实还是要在这些问题上呢，还是要逐渐的要清醒，然后大家要来想跟大家一块交流呢，最后能够澄清这些东西，然后才能够使得美国进步，而且我们华人社区也在进步。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谣言啊，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发现，我觉得很多的不实的那些信息啊，多数是来自于中文媒体。多数在中文媒体，你要看英文媒体呢，确实不实的信息不多，也有不多，很多，哎，还是很多，就 Breitbart 呀，还有什么 InfoWars 很多，你们包括那个 Stephen Bannon 他们的网站里 ，Steve Bannon 对，还有但 Steve Bannon 那个他已经 out 了，他已经 out 了，就没有什么人 follow 他，除非极极极右的，他叫 outright， 就是极极右的那么一波人。那follow他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现在，所以我倒觉得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们转来的东西啊，我觉得好像多数都是中文的媒体，你要看英文的话还是很少，英文没那么多。嗯，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川普主义不要轻视他，不要认为拜登上来以后他会很消失。首先，川普主义这个词就是错的。进步不存在川普主义，也不存在川普革命。你不要因为是学者就非得加一个主义。我们用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是有人发的，我们现在还不去谈，不去定义它，就是我们现在暂时用这个词儿，就是说川普这种他引起的这种思潮，引起这种反建制反建制这个思潮，我认为是反建制，作为 alt right， 这个就是另类右翼，它不是传统的右翼，是另类。
因为他传统的右翼，传统右翼的跟他又不一样，而且这个另类啊，跟你们德国的极端右翼组织是一样的啊，真正能够反建制、彻底反建制，那我们心里面多少都是有一些反建制的概念和想法，但是你真正到现实中间，你说反建制怎么就反呀、啊？对不对？反建制，美国没有这个革命的基础，美国没有革命的基础，美国没有内战和分裂的基础，这都是有一些政治人物站在不同的角度想把它极端化。美国真的没有，我不知道李红琴怎么看啊？我不认为美国有什么革命基础，您觉得它有吗？现在我们谈不上，我也一直认为没有革命基础，但是他那个渠道啊是畅通的。美国这个地方跟你在欧洲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的媒体也好，法院也好，它都是畅通的，你完全这儿没有一个说拒绝立案的，你只要有证据那一定会立案的，你没有证据吧，你不能乱诉，你那你说你交钱就上法庭，对、那个、你是总统，你没有证据法院就根本不理你啊。对，那当然你没有 case 嘛，他直接就驳回了、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法院没有，我去过法院，法院那个房子很灰暗，很灰暗，很陈旧，但几个懒懒散散的警察在那个地方检查你的这个包，等你进去了以后，几个懒懒散散的警察站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敢动，不管你是谁。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文明社会的维护的最重要的基础。中国的问题不要说民主，连法治都没有。你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美国的法治有那样这样的问题，但是人们对法治的这种权威的共识是最多的，超过了民主，这就是美国最安全的一个机制，对不对？你要我跟李红清两个人我们争吵半天没用的，你真正最后面要产生的东西是法国说了算，哪怕是法国说错了，法国也有可能会说错，但是你不得不服从，对吧？所以美国就没有基础，没有革命的基础。千万千万求求你们不要用川普主义，不要用川普革命。我还是要用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儿以后我们再定理。至于它这个会起到什么作用，但我们还要一观后效。我不是很乐观，就是说川普主义这个概念，我们暂时用这个词儿，就是它的思潮，它引起的一些思想和一些反思，这些东西，它的就是说反建制的行为，如果说它的这个思想仍然还在。完全有可能在这个人群里边散布，特别是在他的这个支持者里边散布，而且共和党里边有很多人还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面的。我们看到这个有147个人，共和党的还否定了这个呀，这个什么这个选举人团票的时候投了反对票，这不是个小问题。还现在就今天我看那个消息，还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甚至说要拜登那个什么那个就职那个典礼要延期等等，就是我们不能现在不是说不是这种东西，对于美国的分裂讲，残的都是这样的。美国的不同观点在国会呈现，如果你了解过去30年的历史，几乎每一次总统当选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每一次都有争论，只是说这一次因为川普完全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大家特别注意而已。其实之前也有法律诉讼啊，你以为奥巴马时候没有吗？我们强调这个川普主义这个词儿，就是因为川普这个人跟过去真的没有。川普就是走一趟当了4年总统，不承认是川普独特的思想，希望是这样，但是川普没有理论体。我有不同意见啊，我觉得呢，重要的我们不管争这个词，我倒觉得川普四年实际上还是留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川普呢你我知道那个和平你有好多的这个愤怒啊，但是呢我得说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呢这个川普呢在四年给美国呢其实留下了很多的东西。你包括这个他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即使说欧洲盟友不高兴，其他的很多的盟友不高兴，但是呢他确实把原来的这个不作为或者是少作为这个表面上的繁荣的这种状态呢彻底打破了。这个使得呢就国际社会重新来认识美国，重新来认识自己的贡献。这个呢实际上是对美国的整体发展和国际社会重新建立秩序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了，我觉得 Trump 呢前四年啊，这四年前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确实我同意鲁难先生的刚才那个观点，在1月6号这件事情
在1月6号前后吧，因为他那时候逐渐起来的，这个包括跟乔治亚的这个周武清的电话呀，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脑子已经乱了，我觉得他是逐渐啊，这些乱也是逐渐走过来乱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周围的人确实难辞其咎，当然这个说他是不是你这个你自己要没有毛病的话，那你不会请周围这么一批人，但是确实他周围的一些人真的是误导了他或者影响他，他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之前都是什么虚假的繁荣，川普才来以后就繁荣，他是不一样。我认为他只是做了不一样的与过去不一样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是不是对美国真的有利，我们还那个值得探讨。这个很多争议，包括在美国内部这个学界里边或者是政界里边都有很多讨论。所以说我觉得媒体里边总有一种群像，要么很左要么很右，中间是不能不允许的。就是至少这种观点很难让你站住就站住脚，否则大家不认你的，但中间人是最坏的。就没立场。就是说我不认为站中间就不是立场，但中间也是个立场。就是说他，我认为中间立场是比较理性的，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所以说把川普之前的这个繁荣是假繁荣，川普来了才真正的繁荣，我不赞同这个说法。这是一种比较偏见的一个表示。川普只做了一些不同于前任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确实非常的鲜明。OK。这一节我们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啊，我们听听这个陶杰先生啊，他经过了这四年啊，他也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那么他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有没有一些改变，有没有一些啊他的一些新的一些角度啊，那么这个请听啊陶杰先生怎么说的。大家好，这个欢迎陶杰先生啊，欢迎，谢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就希望给这个川普总统谈不上盖棺论定，但是呢基本上给他做一个比较总结性的发言，总结性的评论嘛。但实际上很多的情况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比如说川普的外交怎么样，川普的经济怎么样，川普的这个政策怎么样，在美国都有很多的争议，确实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川普所揭示的很多问题在美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问题是川普下的药是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去帮助美国解决了问题，还是变成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只是粗略性的评价一下，以您在香港的这么一个观察，您有没有对个人的对川普的这个观察有一点自我反思，就觉得以前是不是对他期望太高了，还是您觉得川普就是正确的，您有没有改变对川普的一些看法？首先呢必须承认我们这边在香港啊并没有在英美国生活。因为这个鞋子穿在脚上呢是松是紧呢只有穿鞋的人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住在香港啊或者台湾啊这日本的其实很多挺川普的人啊，可能呢跟这些有的人在川普四年活得水深火热里啊，这些人呢可能看法有一点的落差。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有的时候呢你要保持距离反而看得会比较清晰。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啊，你人呢你要在这个缸里啊你才感受到这个水的冷热。所以这两种说法呢都有道理。但是很不幸这几年因为川普这种霹雳火的魅力的性格，他这种高度的明星效应啊，就好像呢就变成了要么你把他当成这个救世主，要么把他当成万世魔王啊，就等于你把这个黑人歌星像 Michael Jackson 啊，你把这个 Michael Jackson 你邀请他到北京啊，要是在北京看见这些什么北大啦清华啦这些年轻人呢，都会把这个 Michael Jackson 看成偶像。哇，这个浑身散发魅力啊，这个歌又好听啊，人又有气质啊。但是你把 Michael Jackson 拉到朝阳区啊，那些退休干部啊，那些八九十岁的一些长征干部的这个老婆
啊，老大娘拿这个扇子，那个坐椅子，就看见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前面，就破口大骂，啊，哪来的哪里奔出来这个半黑不白的这个猴子，他妈的，啊，你看这个屁股溜成这样，不男不女啊，这个完全是妖精，马上就叫区里的保安把这个怪物给赶出去。你跟他说 ，Michael Jackson 现在这个，他唱的歌很有革命性的，啊，他很抒情的，他很有才华，全完全不要听，啊，总之这个是我们跟着这个毛主席啊，啊，这个长征啊，打日本人啊，解放战争啊，啊，我们不能够接受像这种怪物，啊。来毒害我们中国下一代青少年的心理，那你说怎么谈得拢呢？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坚持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原则，川普是个革命者，他想破局，他想带来新局面。我们今天不是听到的一些查尔斯王子跟世界经济论坛，现在着眼于这个疫情后这个叫大整合，英文叫 Great Reset。 Great Reset 这个概念就是说，在这个肺炎以后啊，我们全世界要痛定思痛啦，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啦，这个大数据啦，再加上这个气候啊，暖化啦，环境污染啦，啊，这样下去人类早晚要完蛋了，我们不如就趁这个疫情呢，啊，这个限聚令啊，不如再来个 lockdown， lockdown 以后我们再想想重整这个秩序。我一看这些人又是查尔斯王子，又是世界经济论坛及什么学者精英啊，又是拜登的那些班底，我一看就凉了半截。凭这些人这些空话大话已经说了至少20年，如果他们真的带来根本的改变，比方讲这个贫富悬殊，那哪里奔出一个川普啊有这么高的票数呢？啊，我们不管他川普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他现在当然这个啊，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啊，要是多给他4年，有人说是更大的灾难，有人说他这个未仅是工业，4年以后他一定能够啊，保着长征上西天，9981难。啊，你现在他才弄到50多难，你就把这个孙悟空给请走啊，那你这个西天事业当然失败了。所以这个呢争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川普的第二任是不存在的。嗯，对，所以呢我们只能看看这个纽约街头，在这个那个洛杉矶街上露宿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啊，这个在这个肺炎病毒蔓延以前，是不是真的失业数字减少了？比方讲，这个川普说，这个巴尔铁摩尔呀，是黑人犯罪率最高的城市。直到我上台以后呢，这黑人的失业率最高，有史以来最高。这是真是假？这些数字有没有水分啊？像每一个大国啊，这些数字我想都不能够完全相信，有的数字是灌了水分，可能他想这个争取连任的，是不是？所以这些呢就比较难说啊。所以呢，但是呢，我认为川普上来他下这个决心要把生产线都想搬回来美国，他是想在美国制造一点呢，这个实业的这个工作职位，针对现在我们全球总算看出来，包括默克尔夫人啊，就是批这个推特里为什么灭了这个川普的声音，现在默克尔夫人啊，法国外交部长啊，澳洲代理总理啊，欧盟的这个总理啊，这些领袖都说发现美国大数据集权已经太厉害了。这正如我一个月前我一看你这三大电视台，你不让川普说话，而且他说话你把他灭了音你不播，我说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跟社交媒体是这一次这个坏蛋的面貌给暴露了。那川普呢，你不要管他，他说要什么抽干这个沼泽啦，
啊，要什么大海怪，要他怎么露面了，可能有一点阴谋论的夸张的成分，但是他这一任啊，飞蛾扑火啊，燃烧自己，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就是说啊，燃犀照妖啊，啊，这个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典故吗？在采石矶这个地方，诗人李白曾经拿这个火把在这个采石矶燃犀照妖啊，在灯拿个火把就看到这个地下这个泉里头就有很多鬼呀、啊，就出来。这川普这一次把美国的各种牛鬼蛇神都逼出来了，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了，比方讲这些极左势力，这个 AOC 跑到，是不是跑到三藩市，居然搞了一个读书会，在里边在上面背诵毛主席语录，结果就被当场到场的这些美国观众把他大破口大骂，说你念毛泽东语录，你想把美国引往何方、啊、所以这个呢，川普这样一来，把这牛鬼蛇神全部啊，让他浮出水面啊。嗯，不过讲毛泽东这个东西呀、啊，以前在美国还有书店啊，因为美国是言论自由，它跟德国不一样。刚才您讲到德国嘛，德国是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对大数据公司有管理，不能有大数据公司胡来。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美国的媒体是随你啊，第一修正案对你的自由保护到一等非常高的一等程度，这就是啊，梅凯夫人说你们应该管，但是美国管不了，美国的政府管不了媒体公司的啊，媒体公司是吸血鬼啊，你管不了媒体公司，媒体公司来管这些用户啊，媒体公司来管你跟我啊，你这个东西你要放在推特或者 YouTube。可能一个电话北京打来，或者说什么打来，给你下架就下架，嗯啊，这样的话美国管得了吗？他照样管不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朱克伯格啦，什么亚马逊啦、推特这些老板呐、啊，他们手上的权力太大了，即便是中国也懂得也要干掉这个这个腾讯啊，要马云啊把这个权力交出来啊。在这方面，我们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比这个拜登之流啊看得远呐、啊。在这方面，习近平跟川普啊，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中国做得到了，现在美国川普做办不到，就是你说的这些大数据公司、私人企业，他们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垄断跟腐败，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最担心的，腐败倒是没有看过来啊，权力确实太大了。怎么不腐败？你这个东西，你把那些人个人客户的资料随便出卖，卖给广告，那个出卖只有在2016年被川普利用来进行欺诈选举，不啊，哎呀，现在还没有发现出来被拜登利用起来欺诈选举。拜登没有，我这个跟拜登本人没关系。这个是他们，比方讲这个 WhatsApp 啦、Facebook 啦，啊，然后我自己这个手机有时候跳出一些什么资讯啊，他自己都是知道你这个曾经去过哪里旅游啊，比方讲，然后你去过日本啊，或者是台湾几次啊，这个很可怕啊，然后就这么这自然就跳出这种啊旅行的广告，这很可怕，就是大数据这些企业把你的个人的消费行为的资料捆绑，然后卖给。保险公司、旅行社卖给这个，这个呢是国家非得要管的，嗯，是不是啊？这个不管是不行的。所以这一次发现美国宪法上有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到底是谁的言论自由啊？如果 Facebook 它光是一个平台，那无所谓，平台是被动的，但是它现在不只是一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帮会，它是一个集团，是不是 啊如果光是平台我绝对同意，3年前5年前大家都以为 Facebook、 YouTube 这个油管啊全是平台，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平台那么简单，所以川普呢就在这个国防预算就对这些社交媒体啊要加以限制，但是这个国防预算他想川普想把这个国防预算要把它加强，所以他否决
结果呢没办法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在这一次大选呢，要这么说，美国的制度是让全世界对他的信心打了一个大折扣。说白了啊，对，现在呢，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呢不大相信美国，并不是说相信川普那帮人那些的什么大海怪的阴谋论，而是我们这一次看得到川普这个选战出现很多跟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最黑暗的时期啊一些现象。像那个18岁的这个叫 Helen Duke， 这个叫丢克，在网络媒体上看见他的母亲、他的舅舅、他的姨妈到了这个国会山参加抗议，然后他大义灭亲举报自己的母亲，而且呢把他母亲抓了以后呢，他没钱交学费，他在网络上筹款，居然有很多人说干得好，你这个爹亲娘亲不如拜登亲，天大地大不如民主党政府大啊，你去这个举报干得好，你是爱国者。这个我们过来人这个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过啊，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啊。那么这个造反派，我就想这个 Helen Duke 是不是在什么时候拜登也像毛主席一样接见这个宋彬彬呢 等这个 Helen 呢，这个 Duke 就在拜登就职典礼啊，不但作为 VIP 去参加，而且作为第一个白宫的革命小将来接见拜登的接受拜登的会见。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拜登没有这个人格魅力啊，拜登也不是这一次的叛乱暴乱的煽动者，这一次的暴乱的煽动者啊，现在叫叛乱啊，就是川普啊，川普煽动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美国的公民是不是有权利去举报家人，我们简单的跟文革那边还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系统。那么现在的很多的官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官员，他们都是遵守美国的法律规则啊，这一点还是跟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拜登也不可能是毛主席啊，谁把拜登当回事啊？您说在拜登有川普那么大的魅力吗？没有的，没有什么拜登粉，没有半粉，只有川粉了。没有没有。拜登这样一个你说走路都是慢悠悠的，讲话都不清楚的人，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总统？不是因为拜登有什么这个魅力能力，而是川普啊这四年足独端啊，他本身就是一个比任何总统都腐败的人啊。那么媒体阻止他的原因并不是不让他发表声音，主要是他煽动暴乱、煽动游行啊、煽动抗议，这不是一个公民的反抗运动。你去想一想，现在他的档案全部都在嘛，大家都看得到嘛，他就要求大家去这个国会啊。他明明知道所有的选举程序没有争议，美国的选举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选举，它是一个有程序的选举。川普是捏造完全不存在的事实，做的是完全不存在的不应该的官司，川普则是所有的暴乱的真正的煽动者。拜登根本没有，拜登没有这个能力啊，谁去听拜登去上街啊？没有啊，没有几个人说您在香港有拜登的支持者吗？没有几个吧？没有没有没有。对呀，美国也是，美国即使很多人并不支持拜登啊，很多人支持说呢美国你不能搞这个暴乱啊，你不能不承认规则。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你去想一想，任何的官司到了法庭，美国的老老实实的，任何人包括川普，你必须接受法律的判决。对吧，法律的判决证明川普全部是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因为这个法庭的判决您可能在香港看不到。当然了，国会山庄那个我们看到了暴动大概有三小时。对。但是呢在竞选期间，这个黑命贵家这个安替法搞了足足一个多月。这个首先呢就是共和党的议员那个领袖麦卡锡讲了，这个暴乱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另外在美国的这个运动是这样的，
美国的这个阿迪华运动也好，这个黑人平均运动也好，凡说是打砸抢的，统统要受到法律惩罚；凡说是破坏了联邦产品的、联邦的物品，不管是谁，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人，最低刑期十年，这是川普总统定下来的。你以为啊，把那个杰弗森的像拿下来，你就没有罪吗？不可能的。哎，在美国怎么管你？我看不到有警察去制止这些推倒杰弗逊的 啊，还是什么威尔逊。后来全部一个一个被起诉了。有没有抓？当然大学里头那帮学生会很多很多啊。啊，大学里头学生会这些怎么不抓呢？不可能，大学不是公众地方。只要是破坏了联邦的财务，都会有刑事处理。这个谁都逃不掉。有没有抓？当然抓这些。黑命贵这些暴动词，另外就是黑命贵这个词呢，在美国是不能用的，啊，在美国我啊，因为没有黑人的命比我们更贵的，啊啊，黑人的命也只是命，他不可能比白人更高，他只会啊跟白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做节目，我们就不能讲黑命贵，我们在讲黑人平均运动啊，因为我看着美国，毕竟像我们嘛，我们的权利。啊，大部分都是通过黑人的平均运动得到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在美国有这个权利。所以，作为这个少数族裔来讲，我们是特别尊重黑人。华人很多人不喜欢黑人，也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对对对对。那但是我们的权利是他们在前面干下来的。啊，另外就是黑人在争取这个运动啊，他不敢冲到联邦法院，他不敢冲到国会。啊，那是重罪啊，那是叛乱了、啊。所以川普这次最大的问题是犯了美国政治上最大的忌讳。几百年以来，没有人可以敢到联邦政府这么干的，他干了一把。哎，这个呢，所以后来就有所争议。后来呢，所以我也不把一些，我也不同意一些人，华人说这个彭斯是叛徒啊，啊，我认为如果彭斯、蓬佩奥都表态。啊，说已经输了，那就是输了。是个川普呢，不应该呀、啊，啊，再这么赖下去的啊。对。那么川普呢，是不是有这个责任呢？我想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你说把他当作这个弹劾啦，或者是要把他去控告了，我想当然这也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想他不会入罪啊，因为他这个说这个话很小心啊。他说 "Be there, be wild"。就是说你们到场，而且这个 be wild 这个字 WILD 这个你很难定义、啊、他用的很聪明啊，这个嬉皮士在那儿啊，这个摇头晃脑的马上当场就是舞蹈，这也是 be wild 对不对？嬉皮士在那里开这个胡斯托音乐会啊，听到这个激情的时候手舞足蹈，然后马上就地在那里做爱，这也是 be wild。 他没有这个 be wild， 没有说 be violent， 没有说叫你去进去抢啊。然后他就说 will fight 啊， will fight to the end。 这个 fight 这个字呢，就是说战斗啊，这叫斗争。这里头也是一语双解，有的可以你可以说是等于肢体的打斗，但是也可以说像大陆说的，这是斗争，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就是文斗，对不对？他没有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美国这个是世界上可能你能自由最自由的一个国家，即使你讲什么东西，没人追究你的。但是发生了后来的死亡事件，发生了后来的生命危险，四个人，现在今天出来的材料显示出来，彭斯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在离开的。而且现在大量的证据显示出来，他们是早有计划去伤害、绑架国会议员，所以联邦政府早几天的这个华盛顿 DC 的检察官，他说我不管这是暴乱啊，什么政治叛乱，我不管，我只管他们有没有犯罪，对吧？但是到了应该是这样，到了星期五词就变了，就是说联邦检察官说这就是叛乱，这个叛乱这个词啊。啊，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川普呢，他为了判不判刑，做不做监牢，这个只有法院来决定的事情。但是他走向审判台，到法院去审判，那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了，因为他现在有4000多宗案子在审。
这个你哎，我想核实一下，今天怎么我看到美国的媒体说，这个暴乱分子里头有这个反法西斯的人假装混进去呢？这是真是假呢？现在看到了这个数字显示出来，啊、国会纵火案呢？啊，国会纵火案，但是主要的是极右的啊组织，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了。那有没有人黑人或者是其他的主义，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案件还在调查，还在调查之中，对吧？美国还是要相信美国的司法。那么美国为了会一个一个公布，如果是有黑人组织或者是反川普组织冒称了这个川普的暴徒去抗议，那当然这是绝对要抓出来的。但是稀有的人现在查到的结果都是川普暴徒。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啊，就是现在已经核实的，已经核实的，啊啊，就是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种啊。你看他们全部白人，有全是白人，全部是白人，有没有黄的？他跟那个黑人平均运动不一样，黑人平均运动有白人，有黑人，有有色人种。哎，这一次基本上是白人，而且基本上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啊，都是美国的啊这个极右组织、阴谋组织。啊，这些其实很多人还是有正常工作的，不是都是社会底层了、啊。是啊，有很多人是警察、消防队员，还有这个企业里面的高管。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现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数比我们想象的少很多。如果是几十万人，像香港那样100万人上街，那就完了，那就完了。啊，那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香港啊，不敢说相信哪个媒体，现在我们这是两眼都是一抹黑，不敢相信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也不相信 CNN， 也不相信这个推特的东西，所以现在处于一种啊几十年没见过的这个信息真空的暂时的失语状态啊，我们只能够尽量根据事实来做一个判断。对，对，其实很能够理解，也不能够说，我要强调，也不能够说川普现在是一个什么超级卧底啦，他跟这个贺锦丽上台就会把美国的利益捆绑打包卖给某一个敌对国家啦，我看这个也是有一点的天方夜谭啊。对，但是这个大数据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的，我认为这个、啊、对不对？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大数据捆绑。第一次大数据，这个我从来讲了。第一次大数据，主流传媒的信用问题；第二就是政治正确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是一向强调的。对啊，而且这个对拜登本人的政治光谱我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他儿子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么样。这两个月我都是坚持这几条。等一下，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来讨论一下拜登的问题。我觉得呢，大数据我们都是自由媒体的使用者，但是呢，大数据现在控制了我们每个人，这是比一个政府都可怕。另外一个政治正确的大部分都可以，但是政治太正确了，我们就完蛋了，对不对？讨厌，你大学里面不能自由讨论问题，那你还搞什么大学啊？对吧？这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对，啊，好了，川普的事情，也许我们未来还有机会讲 啊，因为他的很多的真相，他的很多的事情还要慢慢来揭露。